医生说了，杨艳的病情又恶化了，如果交不上钱，就会影响后续治疗。叔叔，我答应过给杨艳治病，就一定会治好她。为杨艳治病，我会为了钱当间谍，当狗仔。李代轩的死和妖梦鬼有关系啊？他们俩最近不是走特别近吗？你折磨我和好玩是吗？这件事情背后绝对有隐情，我得想个办法潜伏到妖魔鬼身边。他已经逐渐开始信任我，我就怕你坑自己人。我打算借这个势头套大点以前的事情。你近水楼台，我做经纪人就是做经纪人，没想趁火打劫。肖老师，不会想。 潜规则我吧，那个小女孩的事情，你不要管到底了。对，好好的富二代不当，出来给女的当小白脸。你是狗仔，是为了拍我的黑料，才一直跟着我的。我爸妈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妈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十几年的修养都是因为愧疚吗？我不会再任由你摆布了。你就再没去杨梦归那儿？ 你就一点都不想他？为了孩子求人，算什么求人呢？我一直希望你陪我喝一杯，今天这个愿望算是达成了。我一定要挺住，但是我挺不过去，身边能有谁呢？我不在你身边，我会感到很难过的。让我重新做你经纪人。时间差不多了。 我看我们也应该要一起拍戏了，请多多指教。